这么酷，我可以发一颗卫星吗？嗓子叫哑了，见谅啊，谁呀、啊？见谅，嗓子叫哑。宝宝吃螃蟹喽！你怎么没反应啊？你怎么没反应啊，宝？反应比较慢，你这是问题。你怎么没反应啊？反应比较慢呢、啊。不允许你看的这么快，我拍了好久呢，拍了一年多呢。你干嘛呢？你干嘛呢？你，哦，小牛犊，对不对？你是吃什么？你是什么？我是小兔子。嗯，腿子痛了都，嘴子，对，捏到我肚子了，肚子，对，捏到我肚子了，这个肚子。晚安，每次都是我制止你。不要乱摸，你都挡住了，那也看得到，根本看不到，你们看得到吗？你看你的大手指，你们看得到吗？抖音，你要问抖音审核员看，你们看不看到？你不应该问他们，你要问审核员看不看到？他们说什么就是什么，一会儿警告你。OK。心跳有点快。对你付出无聊的生命也变有趣，让你听我的音乐，分享在每一刻的心情。可爱，我是觉得你很可爱，乖乖，很可爱，很可爱。女人干嘛？干嘛？我靠！这个人过来，这是什么天数？你摸起来啊！哎，谭总，打我脸！对不起，谭总，谭总，老公，来，我们可以一起呀，对。怎么啦？怎么了？十分钟被我拿下，觉得心里面不开心啊？不是吧？能屈能伸。啊！你想只看公主，公主没了我可活不了。我的靠！对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。人生突然变得不可思议。现在只想说个一句，你为什么躲避我？因为在直播。你为什么躲避我？因为在直播呢。你为什么？你可以闭上眼睛吗？